阿拉外面来吧，朋友。今天嘛，六点半的夜，那么江里湖要不要去嘛嘞？没水路也来嘛，六点半的吧的啦。那么还进来吧？没水路也，六点空的的嘛，三半的路，你马路牛的有啥家的？六点嘛，啊，漂亮的隔壁半的呢，啊，苏刚，就别说啦，谁家吧嘞？你那边嘞，六点半好个咯，那么的，六妈妈，六点半的，没听个哈的呢，他包了些么泰山，怪不要得嘞。那么呢，咱有嘛六点半的，所以没有打钱的呢，可找个啥便宜得嘞？那么都，六克来嘛六点半的，啊，不如看下给是的。那么嘞，六点半嘛六点半的，免拿半两得嘞。那么啊，六点嘛六点半的，那老衲一进门就得奥秘皮通来嘞。白白嘞六点半好个咯。那么对，六妈妈六点半的，啊，几个民宿也在路呢。专门行李柜也得的。那么呢，咱有嘛？六点半的，所以没有打钱的时间呢，必须有啥也得的。那么都，六克来嘛？六点半的，谁他妈贡献密码都有，不做路单也得的。那么六，六点半嘛？六点半的，都得把笔电锁锁紧，看也得的。那么啊，六点嘛？六点半的，这都看都路呢，围观的也得的。别吹嘛，别买塑料布，提录音。六点一元票，不买那，阿里阿哥过啥他吧？六点半夜你阿你，六点票的不买那个多啥子吧？五毛，九毛五，六毛钱，六拉段，那毛五，九毛钱，那拉段便宜没路，低奶吧嘞？第二嘛，苏州便宜嘞，六点半钱多，阿开皮卡罗，人你早起嘛，半夜六点票个，实地都包干一杯多，钱就嘛太累不着，等我赌博，六点他就下面。啊，手里够了米了，塞的嘛，也就比那边来么几百，将来也完美。没水面多，那再问河里的狗，不住大你呢，将来面会比来钱大，是吧嘞？那身边的没水面，阿龙过来，接住土呗，点起吧嘞。